天紫苏不赢啊，因为他我们现在一票都没有，等一下就现在全部过来，我们也不会赢啊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今天紫苏不赢。啊。等一下还有多一票是不是？等一下八票。哎，等下多一票哎，有会赢会赢。哎呦，这样子15-0都厉害了。你要真的喷，你知道吗？有，我生气了，不要讲。我真的有喷到。好，7-0，随军师大胜。不行了，我要认真了。第二阶段我们超快速接力赛。嗨。因为他们俩刚刚都是他陈随意在做，几乎都他做啊。然后你就帮忙备料而已，对，对不对？就是没有我，他怎么会成功呢？一下把我们拆散就对了。我们心平气和的进行第二阶段超快速接力赛，这接力我想你就没办法谁帮谁了，对，独立完成。来，请准备揭晓什么菜？3分钟的丁香三酥，5分钟的腰果虾仁。我不会丁香三酥哎。准备就位。哎呀，看起来曾下饭踢到铁板了，竟然一票都没有，导电危机可是越来越大哟。第二阶段超快速指定菜，他们能靠主场优势打败随军师小吃摊吗？好了，两边请注意啊，3分钟、5分钟。哦，3分钟的那一位呢，当你做完把菜放到桌上，第二位才开始动手。哦，那至于里面有没有什么小小的诀窍来呢？请吴师傅跟大家讲一下。哦，那其实我们这个3分钟、5分钟，它时间很赶，所以你利用最快的时间，该有的香味把它炒出来。哦，那三酥的部分里面有放了小鱼干，那包括还有一些豆豉。那有一碗黄黄的那个是味噌，哦，那两个都是咸的，你如何去把它拿捏好它的咸度？那个整个的腰果虾仁部分呢？今天用的虾仁，你会看到它虾仁不大。哦，我们今天用的是白虾，对，所以你要怎么处理让它是脆口的？哦，那整个的一个干净度，包括清爽，哦，那接它脆口脆油，这边的整个的一个菜色的呈现颜色要好看，嗯，哦，刚刚你们的菜真的是颜色太难看了，哦，没有卖相，哦，这个很重要，是，对对对，不然没客人上门了。我们现在认真了，哦，都有听清楚哦，有没有两边有没有问题的？等一下，有一个问题啦，对，刚才那个你讲。因为我觉得说，我们想要照顾更多的客人可以来我们这边吃闷几的青菜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们跟晨晨哥来赌一下，赌大一点。如果说我们赢的话，那么你们就暂停营业一个月就好了，把你们的位置让出来，让我们摆椅子，可以照顾更多人。我觉得没有，我们如果输的话，我们走。不是说赛事，对，我们就走就好了。他们也在走。我们走，印象中很像你们录完本来就要走。好，我们凭真本事。好，谢谢你们的提醒，好不好？加油！要开我们自己会决定。加油好吗？所以如果我们输了，我们就暂停营业一个月。对，你们输了，我们录完就走了。我们回去鹿港。我们录完就回家了。对，你们输了回鹿港，我们输了回南港。我回南港，我家不在南港。没事没事，来。好了，注意啊！第一阶段3分钟计时开始。嗯，火开了没？火开了没？你要这么多油啊？生猪要油啊，而且是上次做的时候生猪要油。对对对对对。3分钟哦。嗯。我知道。你那个两个一起倒啊。那个陈哥，你们那一个月休假，你们想去哪里？有没有打算去哪边度假还是什么？我可能会接新节目吧。三叔放了，你没时间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放了。确定假的？你要炸到什么时候啦？确定啊，是这样子吗？三叔都挑过了。你叶子有没有爆？好像都挑过。是啊，没有，就好像没挑过。那你有需要加汤水吗？哦，哎有。应该要汤水吧，不然你手怎么用啊？时间剩下2分钟，来看看对面。你扁冬菜要做3酥，可以？没有啊，扁冬菜有做3酥，没有，成本比较高。好了，可以，那个水一点点水，水了，水一点水下去。那等一下，这个3酥都半人高过了，有的多一点。那个，你到底要怎样？油了，一点点油了。哎，尹俊啊，这边没做完。对，没有。3酥有，丁香跟尹杰下去炒。现在好像看起来是。陈哥那边好像对有扳回一城的感觉。嗯，已经有炒过3酥吗？没有，全部下吗？整个连水都下？不用，而且这个水不用了哈。这水不用了，时间剩下1分钟，来看对面3酥不要老过变色喽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味噌是有咸度了，为什么还要再加盐巴？它
啊，糖是不是？卫生会不会太浓啊？没有，我们家很少。他说他家超少。他说不够。好，三叔变色，三叔变色了。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陈排赶快端出去。你刚自己吃，第二棒就可以开始了，快快快快快！拼了嘞！好，下一条开始，下一条开始。哎，加油！我先走了。你去哪？他们这次应该会赢在速度。怡君姐太慢了。怡君的虾子比较小，不见得要开背的啦。哦，对，这么小怎么开？对啊，现场剩下五分钟，五分钟，来，你赶快腌虾子，来看看对面。快呀，不要这样。炒到熟，它先得了。不要一黑色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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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后面有盘子，全盘全盘。好了，不要。后面有盘子，后面有盘子。好了，好，好，好，起来。西瓜宝，西瓜宝。要放上去才算哦，放上去随一颗才可以做哦。哎，那边那边这边这边，好，好，随一颗请动手，接手接手。哇，随一颗要开背哦，你别给我开背哦，时间剩下四分钟，一时间的快，加油！可以，应该可以的，刀工很好。啊，黑鸭哥就这样哦。要过的吗？你看，处理虾的虾子的那个，对对对，哇！你看，你看我们随意哥，好快哦，这卡就中了，你看，哇，这开背没有加分呢，但是无加，今麦无啦，偷剃了咯，今麦剃，今麦破一半，无一半无破袂呢啦，三个都掉来哦，掉来袂呢啦，掉来修啊，掉来修啊，不要紧啦，好快油温啊，来，啊，那边嘛，那边个快嘛在修哦，乖乖乖。哇，下一条虾子过油了，时间剩下三分钟，来看对面，过得很好，漂亮。虾子没开背哦，不开了啦。啊，酱没有调哦。有啊，哦，酱不用调啊。酱不用调哦。那个它是很清爽的哎，它没什么酱啊，是盐巴，也没酱。腰果要不要处理？拿去哪里？啊？腰果要不要处理啊？腰果不处理啊，处理。拿来拿去的哦，拿来拿去干嘛？你是喜欢玩？我想放近一点呐。好，近一点是不是？对啦，这样应该够近了吧？可以可以。所以油锅不用了。要锅虾的是不是要勾芡呐？薄薄的。爸爸，我已经没有。锅子太热喽。加油！到时候卖相不好看喽。对，锅太热，锅太热，先冻姜对，好，冻姜。油太油会，哦，油可以。所以哥，你快一点啊！到现在还在处理虾子。快吃腰果！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还在吃腰果？快吃腰果！对。哦。还是腰果的味道。不会，腰果一点都不会软。不是看脆不脆啊？好不好吃啊？好脆，我刚吃的。速度加快，速度加快，微炸啊！我还在抓烟呢。抢时间就抢到一票了啊！你刚刚那里面有调味道吗？有，就是盐巴。白胡椒。来胡椒，下姜不错哦，下姜，下姜很不错哦，有，目前很好哦，一点点酒，酒最后把酒不要的，腰果放进去就好了，是，差不多了，好了，这边明显已经完成了，来看一下对面，你要刚刚那组帮我擦哦，手法就很熟练，哎，时间剩下30秒，30秒，快点。如果让我输了，你就不要回家。丁香三叔，腰果虾仁要怎么做的快速又不失美味？等等，吴秉成教你做。刚刚蒸下饭蒸做的很好，加一点糖分进去。对啊，因为其他都是很咸。对，蒸下饭蒸。想说我没有加盐，这么早就忘了。腰果先下，这个也要过油。腰果下来之后，你看这个油本身它变浊，哦，腰果本身的香味就在这个油里面。哇，腰果颜色好漂亮，很漂亮。哇，你看这个油是香的，用这个油来炸香，漂亮，就是这样。真的好了，哇，这么快啊，好吃呢。腰果炸过比较香哎。这两道快炒料理还有什么各种秘诀？你可千万别转台哟。